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为庆祝国王72圣寿而在77个府治舀取的圣水，将于本月25日举行开荒仪式。塞塔总理已签署文件，93个国家的游客可免签停留泰国60天。当局推动北部的清莱府为健康之城，借此阻断毒品活动。泰、中、日、韩、印度参加东盟旅游会议，强调永续发展。曼谷市政府升级街头美食卫生标准，以吸引游客。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各位听众，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庆祝国王陛下72圣寿，在全国77个府治舀取的圣水将于本月25日举行开荒仪式。根据曼谷市长参萨透露，在全国77个府治舀取的圣水将于本月25日上午7:00统一送到 Prachetpun 佛寺，或称卧佛寺，进行开光点化。佛教开光诵经典礼定于25日下午4:30举行，之后将于本月28日上午6:00迎请至大皇宫阿姆林皇殿，以及是第14王瓦齐勒隆宫陛下举行加冕大典地点，以敬献给国王陛下。曼谷市长表示，目前曼谷各主要街区、黄家田广场、那登能路或称五马路以及市政府各处办事处均已使用花布装饰，以营造庆典氛围。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在7200万棵树复兴森林项目框架下，向全国民众免费发放树苗，以庆祝国王瓦齐勒隆宫陛下本月28日72圣寿。该部共提供144种树苗可免费领取。副总理兼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长帕切拉瓦井上将表示，此计划是为了向国王陛下致敬，并继续推进和发展森林资源保护与恢复的使命。该计划旨在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并养护树木，使其健康成长，恢复自然的丰饶，为人民提供清新的空气，增加绿地面积，以减轻气候变迁的影响，降低烟粉尘和烟雾造成的空气污染。塞塔总理已签署文件，9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可免签在泰国停留60天。塞塔总理日前签署了针对93个国家游客在泰国免签证停留60天的文件。他说，这是泰国刺激旅游的措施之一。此外，他还就游客前来泰国旅游安全方面的担忧问题向记者表示，政府从去年开始推动免签证，并给予中国、哈萨克以及印度游客免签证。相信移民局和安全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因此有必要继续扩大免签证国家的范围。
政府推动北部的清莱府为健康之城，借此阻断毒品活动。赛塔总理日前召开开发清莱府会议，准备将其升级为值得一游的健康之城，并加速发展农作物加工产品，指派安全部门解决边境毒品问题。政府副发言人葛尼加女士透露，赛塔总理听取了清莱府发展规划，这是一项符合政府在各个领域实施的点燃泰国政策的举措，旨在将泰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工业城市中心，推动泰国经济迈向永续的未来。在推动清莱府发展为健康之城的过程中，这个北部的清莱府整合了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并在2023年10月30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推动清莱成为健康之城。主要发展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健康食品，将当地农产品开发成为清莱健康食品菜单；医疗保健，提高工作场所的标准健康服务，包括了让健康服务中心提高到国际标准；旅游业，推广健康旅游，如自然步道、温泉。总理谈及了清莱府作为值得一游的城市的潜力，通过了解许多历史故事，试图将清莱府提升为值得一游的城市。它是泰国第一个首都，并且有1000多年的历史，保存相当完好。同时，清莱府已经有了机场，因此总理将指派观光及体育部以及文化部帮助推广这一点，包括针对正确的旅游群体，尤其是对文化感兴趣的群体以及保护文化的群体。在农产品方面，赛塔总理表示，清莱府拥有许多具有潜力的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大米、茶叶、咖啡、荔枝、菠萝等。去年农作物的价格处于良好水平，此外物流也是重要议题。清莱府紧邻缅甸边境，进口非法产品的问题出现较多。在过去的一年里，海关与安全部门和相关的机构合作良好，这使得阻止大量违禁产品进入泰国成为可能，从而带动泰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橡胶价格上升，使得泰国民众收入提高。对此已督促各相关机构进一步行动，包括了开发清莱府潜在农作物，如龙眼、荔枝、菠萝等各种加工产品，以增加这些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赛塔总理还听取了关于清迈府和清莱府地区毒品情况的报告，在24个边境地区的责任区内加大拦截、打击、预防和解决毒品问题的力度。总理强调，安全部门关于边境拦截的报告非常重要，例如冰毒激活量增加了3倍，海洛因激活量也告增加。泰中日韩印参加东盟旅游会议，强调永续的发展。旅游及体育部常务次长委派外交事务局局长比亚帕，以泰国旅游业高层官员的身份，透过视讯会议参加第45届东盟加三旅游高官会议以及第32届东盟印度旅游工作小组会议，强调可持续旅游计划，利用科技推动社区旅游，培养人员技能。这次会议是东盟旅游高层官员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东盟伙伴国以及东盟中韩日就如何促进旅游合作进行讨论的重要会议之一。2023年泰国来自加三国家的游客超过了590万人次，占来泰国游客总数的 21.3%。 同时2023年有162万印度游客前来泰国，因此泰国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发展与伙伴国家的旅游合作，这被认为是泰国重要的潜在旅游市场群体。
在第45届东盟加三旅游高层官员会议上，泰国强调了2025年后东盟加三旅游计划下的合作，如何可持续旅游业，利用科技推动和发展社区旅游，还有发展相关人员技能，如外语技能以及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包括了泰国，已准备好促进开发旅游人才潜力，以能够支持和便利来自各个伙伴国家前来泰国旅游的游客。此外，在第32届东盟印度旅游工作小组会议上，泰国强调通过可持续旅游倡议，相互交流最佳实践促进东盟印度合作的重要性，包括组织侧重于了解需求的培训计划，印度游客的文化差异，饮食限制和一般行为。该计划将帮助服务业和旅游业者能够开发和调整自己的服务，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满足印度游客赴东盟地区旅游的需求，提高印度游客的满意度。而且泰国旅游局将组织旅游集市、旅游展览和其他活动，重点介绍东盟印度旅游目的地和产品。曼谷市政府升级街头美食卫生标准以吸引游客，卫生部卫生厅携手曼谷市政府升级街头食品，以山 Plus 标准为保证。首个试点是曼谷佩亚台区阿里路一巷，以吸引游客并刺激经济。卫生部卫生厅副厅长阿塔盆日前在曼谷佩亚台区阿里路一巷注册了名为泰国街头食品健康从本地到全球政策促进博览会的开幕式。他表示，卫生厅制定了一项政策，推动解决游客安全问题，改善食品安全，使卫生区拥有符合标准的住宿、餐饮场所、景点和服务提供者。他表示支持曼谷市长参差推动曼谷良好经济的政策，即提高街头摊贩的水平，增加获得资金的机会，提供技术援助，并提供标准化交易场所。卫生部卫生厅透过 SAN 和 SAN Plus 清洁安全达标的标准，推动提高街头食品的标准，由原来的清洁食品好味道标准发展为全国统一标准。因此业者、食品烹饪者必须根据规定的课程接受培训，进行自我评估，并通过地方当局或者曼谷市政府的认证。如果遵循所有的步骤，他们将获得3 and 3 plus 标准标签。城市健康发展研究所所长尼提拉表示，研究所推动提高街头食品卫生标准，以建立信心，保护公众健康，并支持网络合作伙伴的运营，特别是在曼谷地区。街头小吃在泰国和外国游客中都很受欢迎，被认为是泰国的一个卖点和刺激经济的来源，所以该研究所举办了一场政策驱动博览会，与帕夏泰区办事处、曼谷卫生办事处、食品卫生局和政府储蓄银行合作，提高街头食品标准，打造安全健康餐饮服务区典范。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你的收听。